这次合作最多的应该是王一博老师，您觉得和王一博老师合作下来有什么样的感想？其实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嘛。王一博老师，我觉得他非常的专业，他对自己有很严格的要求，而且他在行动力上也非常的强，所以在现场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他的他对自己的决策力、执行力还有理解能力都是很强的，所以我觉得像我们新人演员应该要多向他学习。觉得这个王一博这个小朋友啊，这个小孩真的是不错，真的不错。哎呀，是吧？对，我相处下来也觉得很好。哎，真的不错，他非常认真，而且呢，哎呀，就是他特别的，就是标准他演这个人物啊，就是魏若来的很多点，他是你都具备，那个眼神，对吧？有时候那种眼神，那种萌萌的那种感觉，妈呀，这个东西啊，这个东西演不来的，装不来的，是的，这真情流露。而且他能演出他魏若来的这种层次的变化，对，很厉害。对的他生活中特别有礼貌，我第一次我们在片场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对所有人都是，他是把谢谢挂在嘴边的，对任何工作人员都是，而且大鞠躬，非常对，谢谢对对对，谢谢，都是这样，知道吧？可有礼貌，就这样，谢谢。